主料牛奶200毫升，辅料砂糖40克，鲜奶油200毫升，芒果一个，蛋黄两个，玉米淀粉一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蛋黄和砂糖混合，用打蛋器打至饱满，加入牛奶，加入淀粉，搅拌均匀，用中火煮至浓稠，大约3到4分钟就 OK 了。完成，将鲜奶油打至5到6分发，将刚才做的东西予以混合，加入芒果丁和芒果泥，搅拌均匀。OK。烹饪技巧，混合好后要放入冰箱冷冻起来，每30到40分钟搅拌一次，搅拌4到5次左右，冻上一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